等一下，如果要送洗手间，就在这边，卫生就在这边。Okay. 女生在那边，男生在这边。对，你可以坐在这边。坐哪里比较好？这边。是新朋友。对，新朋友。OK， 那我们坐就这边的位置。我想要坐前面一点呢、欸。我想要坐前面一点。它都有分，它都有分，它都有。那我不需要坐。上厕所就不方便了。啊，没关系。对不起，刚才那句话我没有听到。什么？我是说我要坐前面一点。欢迎，欢迎。刚才没有位置，没有位置。OK， 坐后面就好了。不行，我觉得你可以，我要坐在旁边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没有，他没有办法在那这样。这太侧了，照不好。他今天前面没办法。